是赛马，赛马 描述的是蒙古族的、在草原赛马的场面。大家，我们还是有原班人马啦。大家在听的时候，张开眼睛的时候，可以欣赏每一个人拉二胡的姿势；闭上眼睛的时候，你可以想象在草原上自然舒展的场面。谢谢，请欣赏。